美国爆发沙门氏菌疫情，25个州上报超百名感染者。根据最新数据显示，美国因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将近70万，已超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的死亡数人。而在新冠疫情蔓延的同时，六一疫情开始爆发。为了查明疫情的来源，各州和地方卫生官员正在就患者在感染前一周吃的食物进行调查。沙门氏菌属有的专对人类治病，有的只对动物治病，也有对人和动物都治病。